喜欢益智游戏的玩家对泡泡龙这款游戏一定不陌生吧？有玩过泡泡龙的玩家一定至少有25岁以上咯。而这款有20年历史的经典游戏也改编成益智游戏泡泡龙方块，利用发射泡泡连接三个同颜色的方块，破解层层关卡的有趣玩法而大受欢迎。针对任天堂最新掌机 Nintendo 3DS 也将推出新作品泡泡龙方块 3D，一样简单有趣的玩法，但却有裸视 3D 立体效果，也是不错的体验嘞。喜欢益智游戏的玩家，不妨到时来玩看看啊。